个在水上搭建的舞台，通过声光电的控制呢，让大家似乎看到的是蓝色的海洋，然后潮起潮落。那一表演的第一段的名字呢，叫做《湘江渔火》。在十九世纪之前呢，香港一直都是南中国海的一个渔村。在十九世纪中叶开埠之后，一直到现在，经过辛勤的数十代中国百姓的经营，那么香港现在已经渔业成为了世界最重要的金融和转运中心。在中间呢，确实是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可以让我们大家来继续来聆听。演员手中拿的这个道具呢，就是模拟早先先民在捕鱼时候用的这个渔网和渔篓，来表达他们对先民的尊敬和对历史他们从来就没有忘记过。背后这偌大的一个摩天大楼组成的城市群呢，在多少年之前只是一个籍籍无名的小渔村。